其实距离一第一年就做了很多这种从 PDF 整理很多资料出来的工作。那一开始其实有一个很大型的专案，也算是距离一开始的第一个大专案，就是立法院的居零一版的立法院，但是这个坑主好像就掉到宇宙的大坑，就是要高，就那个网站就没有再启动了，所以卧槽加油。好，跟 Ronnie Wong 多聊聊。好 ，Mr. ORZ， 真的假的？对，好，就是大家来到这个谣言点大平台点 TW， 感谢 Dcard 提供，就是我们这个广域的申请。好，就是现在的进度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今天呢，就是有很多朋友们帮我们就是一起来协作这个表格。那来到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点个 TST 协作，然后。这边的话点进去，你会带你到一个要登录的页面。那下面这边我补了一个唯独页面的，就是资料库，所以你可以在里面看到说，就是一些唯独，就是一些资料表内的。那在里面的话，我们今天可以来做一些奇闻共赏，例如说像什么，就是给到东西，然后这堆东西都。然后有蛮多是那种内容农场，就是Chris Bay 嘛，然后就是我们朋友也有帮忙，就是做所有的努力，比如说什么双手举起来这样的解除，从来没有看过，对，是可能是别人会帮你来解除啦，就是有人会觉得你有问题，然后就来看，然后就拯救了，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本来可能只有30-40个，我们今天达到112个，那。当然，如果大家继续的去就是传讯息给这个 but 的话，那个 but 就是 but 的连接在这边，对，就是扫就可以加他好友，就是我们也可以持续的就是增加这些东西这样。然后再就是，现在 but 他会去看我们的这个资料库的一些内容了，然后会从这里面的讯息呢回传出来。然后例如说，如果你去贴这一整个贴过去。给他，例如说，来到我的 LINE， 传这个讯息给他，他就是会回传那个这种双手举起来，这个东西没错，只是现在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好像他有些时候会传歪，例如说这个喝冰水的这个东西好像是另外一则的答案，可是他不晓得知道为什么就 match 到了，就是这一则还没有的问题，这样。那这边的话就是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粉丝页用来做 Q&A 的，就是我现在正准备要就是送一个这个讯息，就是 post 出去，然后之后就是再来大家一起就是现在就是收集说你遇到好像查起来怪怪的问题，就可以 po 到这个真的假的 bot 问题回报群组这样子，然后这个连结在那个 Happy 左边这边也有问题回报 Happy Group。对，就是现在是要收集一些问题，然后 edge cases， 然后我们再来调整说，哎，我的搜寻的，就是一些逻辑是不是还有一些要改进的地方？对，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感觉，谢谢大家。你要不要自己开一个内容农场，把这些都放上去？哎，其实现在网上超多的。做吗？